欢迎乡亲，带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，来看到河滨街张所写是地方真重要的历史建筑，见证当地日本时期的风华。2020年修缮落成了后，经营团队利用原本的空间，打造生活美学中心，再来提供着日本衫体验服务，和游客化身为正统的樱花美女，伫咧楼厝内面翕相拍卡。穿着优雅的日本衫，脚踏着草鞋，来到充满历史气氛的历史建筑和美街中宿舍，敢那亲像来到日本同款。防疫期间，然后又不能出国，然后大家又很喜欢那个日本风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们可以来这里穿和服，然后体验这样的日本的感觉，就好像我们已经到了国外旅游。和美街中宿舍原本是日治时期和美镇警察管理派出所，是地方重要的历史建筑。在2020年修缮完成了后，经营团队将延续和美街中宿舍原有的历史特色，加上生活以及美学内涵，特别推出日本衫体验服务。我们是可以调整它的身形，其实像如果像这样旁边的话，我们就把它拉过来一点点啊。一般来讲，因为我们走路担心会跌倒，所以我们会拉高一点点。在这个疫情比较趋缓的时间呢，出来我们这边做和服体验的活动。那因为我们这一栋之前是日治时期的那个派出所，那所以非常整栋建筑都是非常的具有日本特色的一个味道。那也鼓励所有的长辈朋友，尤其是我们80岁以上的长辈，那都可以来我们这边做一个免费的和服体验的活动。那也希望全家人能够一起陪着长辈一起出来玩。常常会出国到日本去，啊，那去日本的时候，第一个出面就是我们大概中穿你那衫去店街路行，这么多人叫是阮是日本人嘞。住伫彰化市已经来参观古老街，黄玉阿妈表示，因为查某囝知影伊真介意日本文化，加上疫情已经足久无出国了，所以特别带伊来遮穿日本衫，翕相留念。朋友看到了后，也拢真想要来体验。何必有一间街长宿舍就有这个和服可以体验，所以我们的介绍了好多人来穿了。他们就说，真的可以这样来体验，他们就很高兴的，他们都来了。所以他这个地方陆陆续续都有这些年长的欧巴桑。叶龙颖专案经理指出，和美庄园除了要重建和美街中宿舍，甲在地人的连接以外，也鼓励长辈来这参加活动，创造青少年甲樱花长辈共好的联系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和美彩虹报道。